哎呀，人家好冷，人家要更衣，要暖炉，还要热水。是你不想活了吧？难不成你还可以自己上药？赵恒，敢直呼我名讳之人，除我母亲之外，唯你一人。谢谢你。不必。听说你想去王府？我如果你承认你想去王府的话，那本王答应你。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赵荣喜。都还没有许愿呢，你这吹蜡烛。许了的。许了？嗯。许的什么？本王许的愿望就是，殿下，昨晚我喝多了，我们没有发生什么吧？是不是喜欢我？我也挺喜欢你的。前尘不尽，恩怨两尽。张如喜，永别了。三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查一下苏向晚近日动向，本王要见他一面。是王爷。大姐和灵王马上成婚了，真正的苏向晚也回来了，剧情圆满，我也该回去了。只要跳下去，一切都结束了。苏向晚，再见。苏向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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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真傻呀，居然去投湖，现在你又先小游我一次。殿下，这是裕王府差人送来的信件，已经是第三回了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殿下，本王派人给你送的信件，你可曾收到？收到了。是不是被什么事绊住了，无法回复？连原因都为他想好了，就这么一个商女，凭的是什么样的手段？袁四是不是出事了？我也许久未曾见过他了。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麻烦了？什么事你自己无法处理，尽管告诉本王，本王会想办法帮你。希望殿下可以放过我，毕竟我现在还是苏府的人。你答应过我，不会背叛本王，本王从未怀疑过你。殿下信也好，不信也罢，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眼下我只想过安分的生活，民女身份低微，收不起殿下的后代。你不肯说，本王也会亲自去查。裕王殿下，强人所难，这可就太难看了。